前，由冯小刚监制，李现、李艺彤、刘奕君、姚笛、赵媛媛、何润东等主演的超级网剧《剑王朝》即将播出，获得了不少观众期待。据悉，该剧在今年四月初已经顺利杀青，近期就要上线。这也是继张艺谋的《遮天》之后又一部被搬上荧幕的经典 IP。 虽然《遮天》还在拍摄阶段，而冯小刚监制的这部新作可能要捷足先登了。该剧战国末期为背景，讲述了一个一剑说话的时代，数位修行者为争夺最高权力而相互厮杀的江湖恩怨故事。男主是靠饰演和神异教大火的李现，而女主则由李艺彤担任。凭借着甜美形象和不俗的演技，李艺彤靠着黄蓉一脚大火，这一次出演超级网剧《剑王朝》也是让很多粉丝十分期待。我们还是希望李艺彤这一次能够突破自我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。最近几年，无数的大导开始涉足网剧行业，无论是张艺谋的《遮天》，冯小刚监制的《剑王朝》，关谷执导的《鬼吹灯》系列，还是陈凯歌监制的《外八行》，都让观众期待不已。这也充分说明网剧的质量越来越好，正在像电影一样走向大片时代。像当年万万没想到，这样的网剧正在被逐渐取代，也许这就是时代的潮流吧。不管怎样，我们还是期待这些经典 IP 能够在一线大导的把控下能够更加出彩，也希望能够有更多优秀的网剧作品与观众见面吧。到底这些经典 IP 能否赢得观众的满意，还是让观众来评价吧。期待李艺彤在《魅者无疆》之后更加精彩的表现。